我们在哪里？所以小米，我们现在在新北耶诞城。耶、yeah, ，你很想来的对不对？我们今天主攻万平公园的迪士尼公主区，好不好？好，里面有没有？里面我们出来逛，可不可以？是逛一个每一个地方。我想要第一个就先去公主快闪店。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野餐，好不好？好。对啊，等其他人到，因为我东西很多，你看大家看。我的东西超级多，今天背了包包，还拿着大袋子，一堆东西的。我们要赶快先找个地方野餐，然后把东西放下。野餐，放光溜溜的野餐，我还要扮装呢。好，等一下扮装走。好，我们走，我们看，这是路口，万平公园的路口，看有什么。我好重啊！哇，我太重了。我发现了，全部都是迪士尼的迪士尼图片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还有，这个是那个爱丽丝还有一个。哎呦，等一下了，我现在在。好，那你要慢慢走过去好吗？这边先走，这边先走。爱丽丝，这是爱丽丝的，爱丽丝。然后中间还有好多、哦，那我们先找个地方坐好不好？我好重哦，可以吗？我好重，我们等一下再过来晃好吗？那你要先拍一个。可是我要先过。好，那你跟弟，好，你先跟弟弟先拍这个爱丽丝的，来，弟弟上来。好，加油。加油！好，去！哎，等一下，妹妹，人家在拍照，让人家先拍，不可以这样。哎，这是正常的。哎，我用正常的吗？好，赶快上去，帮你们拍一张。好，看这里哟、哦。Oh, sorry。好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一二三，看我，耶、yeah, ，你好，耶、yeah, ，好，去牵那个公主拍个镜头来，好，咪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爱丽丝，是吗？是爱丽丝吗？还是她是那个啊？这个应该是那个啦，美女与野兽啦，对不对？弟弟看这里，真的是那些男孩有美女，对，美女与野兽的，好，所以小敏转过来看我，你站好，这样我才能拍得快。耶耶，好了，那我们让别人拍了，走下来。我想吃那个， yeah. 我想吃别吃到了。好，我们去别区走。嘿，阿妈冰，弟弟来。我要吃哦。来，我也吃啊。走，哇，这公万平公园真是漂亮。弟弟来，走。哇。中间那个是什么呢？哇，这里好大哦！姐姐，好了，姐姐好了，看妹妹，妹妹去啊，妹妹去。我们先找个地方坐着好吗？孙小米啊，别拍照。嗯，这是长发公主哦。不会。啊，孙小米好，我帮你拍，这是什么？你说这是什么？长发公主吗？你最爱的吗？好，来拍拍这里。好，来我帮你们拍哦。好，坐好，看这里。耶，看我。耶，好漂亮哦。来，我来拍个远的 ，sorry， 不好意思。等一下啦，看我啦。去过有比较那条。看我。啊，他手会比这样子哦，你手会比爱心哦，你手会比爱心哦，被阿姨发现了，我都没发现哎，是吗？你手会比爱心，好可爱。嗯，好了，你们下来了，走下来。好了，下来了啦，过来，我先找个地方。你还要拍？我要吃。你还要拍？好，那最后一张。好，最后一张。啊，真的做好了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拍一下哦，我要拿一下。好，看我，孙小文，看我，你在比爱心哦，比爱心。好，下来了，我要再吃。好，下来了。我要再吃，我要吃。好，下来。我走了，换人了。我还要吃美人鱼的，然后我还有。我知道，好，很多，我知道，那我们先找地方休息一下，我把东西放下来。OK。